王英姐，林姐，老师好，晚上好，师傅晚上好。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上次说了五苓散。五苓散就是一个温阳化气、健脾利湿的一个方剂，主要是用于表邪不解、气化失职引起的蓄水症，或者叫水逆症，或者说，阳虚脾不运化、寒湿内盛这样的一种情况。临床主要是以水肿、小便不利啊，水肿。尿不出来，或者说尿的不痛快，小便不通畅，然后这个发热，也就是表邪不解，同时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口渴，口渴，还有这个喝了水，水入仍吐，水入则吐，等等，然后因为水湿阻隔。出现的一些症状。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茯苓甘草汤。茯苓甘草汤和刚才这个五苓散，它是相对的一条，相对待的一条。意思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说五苓散的时候，这个发热，发热，表症，发热，心烦。发热、心烦，包括小便不利，
这些症状都存在，但是和五苓散相区别的一点就是不渴。这个时候就很好理解了。哎呀，翻错了，翻到这儿了，对吧？五苓甘草汤发热，心烦，小便不利。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不渴，五苓散是渴，同时喝水往出吐，茯苓甘草汤就是不渴。这就让我们那个条篇里面写的伤寒汗出而渴者，伤寒这个就是表症，对吧？有这个发烧呀，怕冷呀，对吧？比如或者说怕风吹呀，鼻塞呀，流鼻涕等等这些感冒症状，就是表症，简称表症。有表症的同时渴，那么我们用五苓散；不渴，同时出现了心烦，对吧？心烦、心慌等等这些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茯苓甘草汤。茯苓甘草汤。那么我们说，一个人全身性的这个津液、水代谢的问题，水代谢的问题，或者说，按照前面五苓散那个概念，水逆的问题，对吧？水逆，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成这个全身性的水代谢问题，代谢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五苓散。那如果没有水逆，说明只是小范围比较轻的问题，那么我们用茯苓甘草汤就可以了。渴和不渴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渴和不渴就是一个标准。所以啊，在这个茯苓甘草汤里面就不需要用到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五苓散里面的这个泽泻，包括然后那个猪苓，游哥晚上好，白术，这些都不需要了，这些都是属于利水的药，包括茯苓，这些都是属于利水的药，都不需要这么多利水的药了。同时，在这个里面加入生姜和甘草，生姜和甘草说明目前那么出现的这些症状，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中焦脾胃的问题，稍微运化一下就可以了。虽然就是说也有这个水的问题，但是不像五苓散这个水逆这么严重，比较轻，稍微用这个茯苓利一下水，然后用这个桂枝温运一下，用干姜和这个生姜和甘草运化一下中土就可以了。这个要和前面的五苓散放在一块儿来，放在一块儿进行一个对比的话，就比较好理解了。主要就是发热、心烦，对吧？不渴而心下悸者，茯苓甘草汤，对吧？同时，那么肯定是有表症存在，因为我们现在在说这个太阳病。另外，然后这个茯苓甘草汤和其他的一些方剂，比如后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苓桂。苓桂甘毒汤，茯苓桂枝，茯苓桂枝甘草白术，苓桂甘毒汤。茯苓甘草汤和苓桂甘毒汤只是一个药物的差别。哎，不是甘草，想说画错了，圈错了，那儿写的白术，然后就标那儿去了，就是一个生姜和白术的差别，不一样。茯苓甘草汤里面用生姜，生姜它的性是比较温热的，主要是入胃经。我们前面都说过，有和胃、暖胃、开胃啊，包括解表的一个功效。还有像那个这个止呕，对吧？古人把这个生姜称为止呕的一个圣药，
恶心、呕吐。通过它生姜这个东西，它自身的温热发散的这种效果，可以很好的温化和发散我们说胃里面的这个水饮，因为现在都是这个水的问题啊。那么茯苓甘草汤里面用量最大的就是生姜，你看三两对吧？这个二两，这个一两，这个就克数就不用标了，对吧？三三得九，这是三，这是六，三六九。所以啊，这个方子它就是治什么？治水停在胃里面了。治水停在胃里面，正是因为这样才被用于治疗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教科书里面所说的叫什么胃虚水停啊，胃里面那个水运化不开了，水代谢出现问题了，但是不像五苓散那么严重，比较轻的状态，那么就用茯苓甘草汤来进行治疗。那么苓桂甘竹汤里面把生姜换成白术了，生姜换成白术。那么白术这个生姜刚才说了它是入胃的，入胃经，不是入胃的，白术入脾经啊，脾经。白术它本身就有健脾燥湿的功效，所以苓桂甘竹汤治疗脾虚水停，这是然后两个方剂，然后在这个用药上有一个差别，同时它主要的功效方向然后有一点不太一样，包括然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五苓散，这是苓桂甘竹汤，包括然后前面说的这个五苓散。茯苓甘草汤它是这个出汗之后胃里面的这个阳气受伤了，导致水停在这个中焦，停在这个胃经，停在胃里面啊，口不渴，不渴，口不渴而小便自利。茯苓甘草汤里面的这个茯苓肝胆肾湿的一味药，桂枝是生阳的，生姜是温胃的，甘草是调和这个中土的，四个药配合在一块温胃散水。那么五苓散是治疗出汗之后太阳的这个气，我们讲太阳经，太阳气被伤了，太阳气被伤了，太阳对应的然后有这个膀胱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小肠经，对吧？太阳经的气被伤了之后，膀胱气化出现问题了，水停在下焦了，蓄水，对吧？水蓄在下焦了，津液不能往上走，就会出现这个口渴的症状，同时伴有小便不利。所以啊，我们后面在看这个伤寒这个条辨的时候，伤寒汗出而渴，五苓散主；不渴而心下悸，茯苓甘草汤主。所以口渴或者不渴，就是辨别五苓散和茯苓甘草汤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要点。但是这个口渴这个症状，它仅仅只是鉴别的一个要点之一，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其他的一些口渴的症状，它就不属于这个五苓散的一个症状。茯苓甘草汤它的这个症状肯定就是说伴有一些，刚才说了不渴，小便自利。小便自利和小便不利是相对的一个状态，小便不利就尿不出来，或者说尿的不痛快。那么小便自利的话，就是可能有点憋不住了，对吧？或者说有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体会，对吧？那个咳嗽一声，或者电这个坐车颠一下，然后这个尿就出来了，对吧？
喂养我们说茯苓甘草汤，小便不利，心慌等等，包括然后我们前面说的，然后这个中焦脾胃这儿，你使劲一摁这个肚子这一块，然后它里面有水的声音，咕噜咕噜，我们想，就是茯苓甘草汤。这个甘草汤，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男的，哎呀。金夏季，复诊来。有水声，隔三差五拉肚子，拉的都是清汤寡水，也不臭，对吧？没有臭味儿，邂逅这心慌，症状就减轻。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饮食，小便都还算是正常吧。你看。舌苔白滑，舌苔白滑。所以啊，我们很多人然后再出现这个其他一些症状，包括我们这个说是心夏季，对吧？心慌，然后你就诊断呗。主要就是以这个，一个是镇水阴，对吧？镇水阴。另外一个，然后我们说不咳。然后主要就是这个惊慌的同时拉肚子，拉的有都是这个清汤寡水，清便清稀便。然后主要就是一个舌苔白滑的话，那我们前面这个辩证的时候说过，这个叫湿，对吧？属于湿气。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属于这个茯苓甘草汤它的一个主症。不可心夏季，同时然后我刚才已经写过了，小便自利并不一定然后非要自利，小便自利包括然后我们惊慌以及等等这些症状，这个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人，也是这个心悸，医院检查是这个浅表性胃炎，然后越远的地方感觉特别憋闷，有水声啊，有水声，然后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症吧。稍微有一些胃疼，吃东西也不笑，不想吃东西。
手脚稍微有一些凉，温度不是特别好。大便烫，舌苔，白花。我想我们一般情况下看到这种情况，当看到这个苔白滑的时候，跟上面那个一样，基本上，都是属于湿气，对吧？湿气比较重。另外，然后就是说产生一些这个胃部的不适，胃部的不适，诊断的是浅表性的胃炎，胃部的不适，轻微疼痛，不思食，对吧？手足不温，相对来说是属于寒湿。便汤的话，大便拉的这个拉稀，这个也属于这个叫什么？属于寒湿，对吧？你像一般这个茯苓甘草汤治疗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另外，然后我们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这首歌基本上都是脾胃方面的问题，也是一个浅表性的胃炎，伴有可能还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之类的。然后只要一喝水或者喝稀饭，就感觉胃胀胀得非常非常严重，然后把手敲一敲就感觉跟敲鼓一样，然后晚上还能影响睡眠。所以，然后这个人再怎么渴，他也尽量忍住不喝水，喜欢吃一些特别干燥的东西，烧饼呀、饼干呀之类的比较干的东西。就诊的时候一开始不说话，只是然后那个摇晃身子干嘛呢？让听他这个胃里面这个水的声音，咣当咣当的这个声音，这个胃里面的这个水声。还有什么？然后这个舌苔上面也都是这个湿漉漉的，特别白，特别滑，一看都是水。有的时候，然后可能还这个口水都不自觉的流出来了。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说，像这种情况，一般用到这个茯苓甘草汤就可以了。辛夏季，然后有的人说，然后就是说是心慌，还有的人说，然后就是说是指这个胃里面，胃悸就是悸动不安，胃里面就是说特别不舒服。所以我们就是说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主要就是说他这个胃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然后我们鉴别他的一个，这个水，对吧？水湿，鉴别它这个水湿就可以了。只要是这个水饮停在胃里面，各种这个胃病都可以用这个茯苓甘草汤去进行治疗。这个跟前面说的这个五苓散是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么它这个调便的话，主要是指的是在这个表症感冒了之后，对吧？伤寒汗出而渴，五苓散主治。感冒，我们说然后那个说到这个桂枝汤的时候是伤风，然后这个说麻黄汤的时候伤寒，然后还有什么来着？说这个五苓散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平常湿气比较重啊，包括这个茯苓甘草汤也一样，茯苓甘草汤和五苓散都是这个湿气比较重的这种体质的人，然后他在感受了风寒或者然后这个伤了湿之后啊，外感风热暑湿燥寒，受了外界这个自然气候气候的这个影响之后，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伤寒汗出而渴五苓散主，这个伤寒不渴而心下悸，茯苓甘草汤主。那么这是兼顾太阳表病的同时说的这个方剂。那么平常我们主要就是抓住它的一个重点就可以了。小便自利，
心悸啊，心下悸，胃里面不舒服，这个胃里面有这个水的声音，哎，抓住这几个重点就可以了。下面一个是白虎汤，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白虎加人参汤这两个放在一块儿去说，对吧？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白虎加参汤主。伤寒脉浮滑，表有寒，里有热，白虎汤主。然后伤寒脉滑而绝，里有热，白虎汤主。我们前面说过两个方剂，都是然后跟这个热有关系的，一个是桂二月碧，对吧？二月碧，一个是这个大青龙，都是然后属于这个热。桂二月碧一的话，桂二月碧的话，那么说这个热稍微比较轻一些，比较浅一些，大青龙的话稍微更热一些。那么到了白虎汤的时候，可能那个热就表现能更明显一些了吧。那么我们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你看，那么这个白虎汤和白虎加参汤，看，怎么说呢，白虎加参汤，白虎加参汤，先说白虎汤吧。白虎汤它就是治疗什么燥热偏盛，燥热偏盛的这种体质的人，外感风寒之后啊，外感风热暑湿燥寒之后，很长时间不好，或者吃了一些这个感冒药，吃完药之后仍然出现了一些发热，对吧？出汗、口干舌燥，包括然后那个面红、体粗，小便黄赤。尿也黄，舌红苔黄，渴欲冷饮，对吧？渴欲冷饮等等，这些我们说属于比较接近阳明燥热的这样的症状。当到了阳明燥热的时候，那就太热了。石膏、知母都是然后那个入太阴的，清津泻热，粳米和甘草补土生津的。那么相对这个白虎汤来说，白虎加参汤它主要就是治疗什么？治疗白虎汤出现的这些症状，同时伴有渴饮不止，总是喝，总是渴，渴饮不止。燥热伤津液，白虎汤，然后其实它也这个燥热伤了津液，但是白虎加人参汤可能伤津液的这种程度会更严重一些。所以在这个方剂里面，在白虎汤的基础之上加了一个人参。来生津液，人参生津液，补气生津，补气生津液。这个里面它也有口渴，我们刚才前面说完的那个五苓散也有口渴，但是这个口渴就不一样了。五苓散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水湿阻隔，水湿，或者我们前面说过一个水逆啊，因为湿气阻隔，水代谢的问题，运化不开了，产生的一个口渴，那么我们可以简称为湿渴。湿渴，
吃喝，同时啊，它的这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喝进去水下不去，对吧？要吐出来。那么白虎汤这不一样，它是属于燥咳，特别干燥，可饮不止，不吐啊，不会往出吐。所以啊，我们说白虎汤和白虎加参汤，它这个情况就有点接近阳明病了，但是还没有阳明病那么严重，没有阳明病里面的这个腹满巨按，对吧？腹痛巨按，腹满不让碰。阳明这个腹满巨按没有，包括那个胡言乱语，对吧？战语嘛，没有这些症状。所以只是用到了石膏去清热，石膏清热，而不是用阳明病的这个承气汤往下攻。那么口渴、心烦、口渴、心烦，都是属于热，伤津液了。正常情况之下，伤寒，我们说。这个前面啊，那个举过两个例子，画了两个，不是举过一个例子，画了圈儿，对吧？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表，一个是里，对吧？用两个圈来代表。哎，正常情况下，它是然后相对比较平衡的。我们管这个体表叫阳，管内里叫阴，但是阴阳里面它还是分阴阳，还是分阴阳，所以阳。我们说人的身体啊，它是在自己调整这种平衡，哎，自己调整这种平衡状态。当我们伤风或者伤寒了之后，体外这个阳气太旺盛的话，哎，也就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发烧的状态，啊，发烧的状态，这个阳气比较多，那阴气比较少，发烧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体内它的这个阴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比较多的阴和这个外面比较多的阳，它是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所以啊，我们说，一般我们体外这个体表发烧比较严重的时候，体内都是比较寒的。但是这种情况它属于这种情况它这个白虎汤和这个白虎加参汤，它这种情况是属于什么？属于这个热在体内聚集出不去，所以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这个发烧特别严重，没有大热，没有大热，所以啊，我们说这个白虎加参汤，所以啊，这个白虎加参汤它就是一个清燥热的一个方剂吧，清燥热的一个方剂。临床使用主要以这个，伤寒无大热，对吧？虽然说无大热，但是它肯定也有热，这种热不是说特别高的高烧，临床使用主要以这个热、汗、火。包括还有一个脉大，在这个教科书里面，他讲这个白虎汤的时候，说是大热、大汗、大咳、脉大，叫四大，对吧？四大。当然，就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具体啊，就是说凭这个经验去区分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遇到这个热、汗、咳、脉又特别大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属于这个白虎症。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另外还有这个口渴，对吧？刚才说这个口渴，口渴的话，刚才说了，五苓散属于湿渴，白虎汤属于燥渴。我们再简单区分一下，口渴，那么有这个。津液不足和
新业被组合这样的一个两种不同的情况吧。那么白虎汤它的这个症状很明显就是属于热太旺盛了，热盛伤津液，伤津液，所以他想要不停的喝水，不停的喝水，然后去维持这种身体平衡的一个状态。主要表现就是想要喝凉水，同时然后渴饮不止，喝多少然后总感觉解不了渴。那么如果说属于这个痰饮或者说水湿，痰饮或水湿内停，对吧？这就不一样了。这种情况下是属于气化失职，津液不能往上供所出现的口渴。那么这种口渴它不欲饮，或者说不多饮，这个是渴饮不止。湿气的渴不多饮，这个热的渴是渴饮不止。同时然后那个舌苔白滑或者这个腻。那么这个呢黄苔，这个就比较好区分了。所以然后那个口渴的说到这些伤寒调变的时候具体有一个细分。另外然后我们这个白虎加人参汤的这个症状，白虎加参汤比白虎汤它的这种情况津液损伤的更厉害，所以然后它表现出来的就是说一些这个出汗口渴可能会更严重一些。然后还有一个背微恶寒，背微恶寒伤寒论里面，然后这个在160几条里面有吧，这个白虎加参汤症，有的时候怕风，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背微恶寒，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一般我们说在临床观察的时候，你见到这种情况表示什么？表示他的这个热发烧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了，达到最高峰了。有是因为然后他这个心阴虚导致心阳虚，阳转极阴的这样的一种征兆，这个时候你需要用到这个人参，对吧？人参既能补气又能生津液，赶紧这个复阳。另外还有这个恶寒，刚才说了然后背怕冷，然后还有像这个恶寒。恶寒的话，当说到这个背微恶寒的时候，我们前面在说一个案例，说到这个那个症状的时候是这个全身啊，全身胃寒。当说到这个胃寒的时候，很容易被认为是什么？认为是这个太阳表症。被认为是太阳症还没有解。也有的人会认为是这个少阴病，阳气虚弱。所以啊，你不管是太阳病的这个麻黄汤、桂枝汤，还是少阴病的这个四逆汤、附子汤，都是白虎加参汤的一个这个状态不一样，都是一个禁忌，所以要需要这个区分一下。当然，我们实际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才能区分出来。白虎加参汤它的这个恶风恶寒的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内热太盛了，对吧？刚才我们已经这个说明这个问题了，对吧？当你体表的这个，比如说这边是阳，是热，对，太旺盛的时候，那么你的这个体内这个阴它肯定跟这个体表是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的。那么反过来，你这个当你体内阳过于旺盛的时候，对吧，那你这个体表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阴
寒就会比较重一些，这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啊，白虎加真汤它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内热太严重太旺盛了，伤了津液，耗了气了，阳气受损伤，不能让不能保持这种平衡状态。那么它这个恶风寒的程度相对来说比较轻，出现于这个发高烧的这个高峰的这种状态，不会遍及全身，只是然后这个后背感觉然后有点怕冷，同时肯定会有这个口干舌燥烦渴燥渴，想要喝水啊，出汗，脉特别大，这种情况跟我们后面要说到的这个四逆汤完全不一样。然后这个然后主要就是以这个热症为主，对吧？热表现出这些热症的同时，伴有这个背微恶寒。这个恶寒，不要认为是表症，或者不要认为是这个少阴症。你要当成少阴症去治的话，去少阴症，然后我们说去，它是属于温寒的，对吧？哎，里面那个附子，温寒的。你内热太严重了，然后你用这个附子，那完蛋了。然后这个需要区分一下，其他的也没什么，其他的然后跟后面这个承气汤啊，跟后面这个承气汤然后它还是有区别的。承气汤和白虎汤、白虎加参汤都可以治疗这个大热大汗啊大渴，但是承气汤它是属于阳明这个实症，阳明实症，腹满聚暗潮热便秘胡言乱语为主，同时还有这个桂枝汤。桂枝汤它也能治疗这个出汗发烧，对吧？所以然后我们在说完这个桂枝汤，当以后再看到这个出汗的时候，然后千万不要上来就把它这个归为桂枝症，对吧？你要区分一下，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桂枝汤是太阳，是属于太阳。表虚了，对吧？肯定然后有这个恶寒，这个恶寒跟这个背微恶寒不一样，对吧？我们感冒然后都知道这种情况，恶寒口不渴，脉浮，浮脉。那么白虎症，他刚才已经说了，然后他是属于这个内热，一般情况下怕热，一般情况下是怕热，当然也有背微恶寒，主要的然后渴饮、冷饮，喜欢喝凉的。然后那个脉也大，所以然后在看到这个汗的时候，要区别一下，不要这个看到汗就认为是桂枝汤症。当你看到这个人出汗的同时，哎呦，又想喝水，特别渴，舌苔又是黄的，对吧？脉又特别大，又怕热，背心可能稍微有一点凉，那这个时候他就不是桂枝汤症了。它就是白虎汤或者白虎加人参汤这种情况，我想这个应该还是比较好区别的。然后这个加减的话，加减那基本上就按照之前的我们说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蛇红、降红吧，蛇红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白虎症本身它是属于热盛伤津液了，伤津液。那么舌红发斑的话，津液损伤太严重了，对吧？哎，这个阴虚特别严重了，阴虚特别严重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加一些滋阴的呗，生地啊、清热的、丹皮，对吧？包括然后那什么全身之类的，犀角，
当出现这个，比如说身上特别沉，哎，便汤，拉肚子，虽然是热症，但是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茯苓、加白术，对吧？你也可以然后加上方竹，一样，对吧？嗯，后面有一个方剂叫白术加方竹汤。那么如果说兼有这个一些这个表症，表热症。没有表热症，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连翘、薄荷、寒衣等等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加减的话，随着这个前面的这些变化，我们去加就可以了，加减就可以了。嗯，然后。比如说，我们举一些案例。嗯，有一个女孩，然后平常那个还在上学，平常那个学习也比较刻苦吧，比较刻苦，天鹅。总是然后那个没日没夜的学，前额、尖顶，前额尖顶痛，因为然后那个生活不太规律，学习时间学的太晚。以至于出现了这些头疼的这些情况，前额尖顶疼痛，疼的时候这个头上的这个青筋暴张，啊，那个怎么摁呀，怎么揉呀，然后都缓解不了。问了问。觉得这个五心烦热可诊，心烦热，关于睡眠不好，那肯定睡眠不好，睡那么晚，容易饿，吃东西然后吃的。都特别多啊，易饥纳亢，就跟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似的。滋饮，滋冷，想喝凉的，大便干秘，比较干，每天有一次。招工少派，外沉爽，所以啊，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他说那个主诉是什么呢？头疼，前额尖顶疼。如果说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然后区分了前额是属于这个阳明胃经，尖顶是属于这个厥阴肝经，对吧？对，已经区分过这方面的一个头疼了。但是如果说只针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对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其他的一些我们掌握的这些要点进行一个总结，对吧？或者说询问。你这个平常怕冷还是怕热，出汗不出汗，这个渴不渴，对吧？小便痛快不痛快，大便然后那个正常不正常。所以我们把这些
症状总结了之后，那么我们就能区分出来它是属于寒还是热，还是说到五苓散的时候，茯苓甘草汤的时候已经涉及到一个湿的问题了，对吧？还是属于湿，这个都不一样。都像这种情况，不心烦热，哎，正常情况下我们说属于阴虚，阴虚。眩晕少寐，哎，这个然后就是暂且可以先不用去理会它。易激纳亢，这很明显，前面我们说过这个问题，啊，胃火，然后这个胃火比较旺，胃火旺的人，然后你这个吃东西，然后就会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吧？因为火，然后它是属于阳，属于气，它是属于一种消化的一种功能。你的火旺了之后，然后你的消化的一种动能是非常强的，易激纳亢啊。似饮似冷，那很明显属于热症，对吧？属于热症。大便干秘一样属于热症，色红少苔，阴虚。所以这个时候，然后我们用这个经方伤寒里面的这个方剂，直接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治疗。你也不用按照前面我们那个辩证，辩证的那个过程，哎呦，我里面加点石斛，然后那个自己编个方子，不用，你直接就用这个方剂就可以，白虎加参汤或者白虎汤就可以。虽然没有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汗，没有出现汗，但是有热，对吧？哎，有渴，同时这个脉沉的话，那就是属于里；硕的话，啊，属于热。所以这个时候直接用这个现成的方剂就可以了。这是叫什么？换一个案例，比如说有个女的。崩漏，月经止不住，月经然后一般，不是一般，月经反正之前比较正常，最近一段时间也大概有三个月了吧，大概有三个月了，出现这种情况止不住，然后那个有的医生，有的这个门诊给他看完了之后，开了一些归脾汤、归脾丸、归脾汤，对吧？这是一个现成的一个方剂，然后一个有卖这个中成药的。如果说然后你用这个中成药的话，可能不会起到一些好的效果，对吧？因为你不能完全对症。用了归脾汤之后，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又换了一个医生，换了个医生给他用的是胶艾四物，胶艾四物汤。四物汤我们前面说过，当归芍药、川芎、熟地，对吧？养血的，同时加上阿胶、艾叶，也不管用，也没有好转。后来然后就去医院去了，去医院诊断为什么？这个叫功能性的子宫出血。功能性子宫出血，用这个安宫黄体酮，然后那个是止住血了，但是仅止了一周又不行了，然后你这个时候然后问问他，对吧？经量比较多，经血这个量比较大，色颜色比较鲜红，色鲜红，有杂块。前面然后我们说过几次这个月经方面的一些问题，对吧？如果说你按照这个色红经量大，然后我们前面说的是用哪个方剂，你就用那个方剂去治的话，对吧？前面好像也说过归脾汤，如果说你用这个去治的话，可能就治不好，对吧？小肚子呀也没有什么问题，肚子也不疼啊，但是腰酸
腰酸困。经常会出现头晕的情况。吃东西比较猛，哎，胃耐好。大便正常。口渴，自冷，冬至，脉，跟刚才那个基本上类似了，对吧？脉也是沉硕的，脉沉硕。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情况下在询问的时候，对吧？从这次然后捋这个方剂，大家应该都有一个顺序了，对吧？我们先说的是桂枝汤。桂枝汤的话，看出汗不出汗，哎，有没有表症？怕冷呀，发烧呀，对吧？这个说到这个大青龙、小青龙的时候，有没有咳嗽呀、痰呀之类的？说到这个五苓散的时候，口渴的一个问题，所以然后这个时候。包括大小便，说到这个白虎症的时候，白虎症的时候，因为然后它本身是属于热症，热症的话，一般情况下大便，多少都会有一些干秘，小便的话，多少都会有一些黄赤，这个然后就是为了让我们区分出寒和热，区分出寒和热，同时口渴也能区分出寒热，同时，现在又多了一个湿，对吧？湿渴，寒的话肯定是不渴，只有热和湿会出现渴。热渴的话，总是想喝水，喝不够；湿渴的话，哎，那不想喝，而且啊，有的时候可能喝进去之后会吐出来。所以啊，我们按照这个前面的一些问诊的思路，或者啊，我们按照这个方剂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主症的一个思路。大家自己去总结就可以了。对啊，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前面这个经量大色红有斑块，然后这个基本上你就不用去理会它了，因为它现在本身属于崩漏的一个情况，对吧？哎，肚子也不疼，腰酸困，头晕。哎，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胃纳亢啊，吃东西要特别，哎，吃东西特别特别特别多，然后。口渴思冷，然后你再看看他的这个舌头，舌头，虽然没有黄苔，但是红赤，红赤的话属于阴虚，热盛伤津液，脉沉硕，沉脉在里，硕脉为热，所以像这种情况，直接就是这个现成的方剂，白虎汤或者白虎加参汤就可以了，可以了，没有其他的。你如果说想加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哎，然后滋阴的有什么，然后那个红姐可能记得比较多一些，哎，有那个石斛呀、玄参呀，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加进去，或者要你不加的话，直接用经方就可以了，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啥？我们这个白虎汤和白虎加参汤，这个思腻的话，然后我们下次再说。然后今天是，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把太阳的这个最基础的几个方剂，到今天为止，把太阳病啊，太阳病的这个几个基础的方剂，然后重新又过了一遍。桂枝汤以出汗为主，先有表症出汗；麻黄汤那相对的没有汗。桂麻各半和桂二麻一，你这两个方剂其实啊，就是说可以放在一起去用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如果说然后后面熟练了之后，桂麻各半，营卫双虚，桂二麻一气虚，桂二月闭，筋虚。哎，金亏了，金液稍微有一点亏虚了，哎，表现出一些热的情况，对吧？热的情况，然后那个先说的是小青龙和大青龙，小青龙主要是表寒里寒，对吧？
大青龙的话，表寒里热。五苓散和茯苓甘草汤都是属于湿气，湿气比较重。相对五苓散来说，那么茯苓甘草汤表现的症状比较轻一些，对，同时是小便自利，口不渴。五苓散的话，口渴啊，渴饮仍吐。那么这个白虎汤和白虎加参汤，它就是属于明显的一个热症，热症，这是湿症，这是寒症，这是表寒里热。这个要是津液稍微有一点亏虚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对这几个方剂，然后应该我觉得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印象了。比如说，然后我们在说到某一个人这个算了，然后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实际的案例来复习一下吧，复习一下。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个男的，慢性结肠炎多年了，有这样的多年的病史，经常反复发作。中西药治疗，经常这个中西治疗，但是疗效这个不是很好，不是很好。最近因什么呢？因为这个腹泻加重，腹泻加重就诊。经期便，对吧？也就是拉的这个，拉水，一天四五次。肚子里面有水的声音，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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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也疼，还胀，舌苔略微有一点点红吧，微红吧，微红。同时，然后那个还有点滑，脉沉。谁来治一下这个？这个人谁来治一下他呢？我来点名吧，勇哥。游哥说五苓散，勇哥呢？我还正在看师傅。文琼姐呢？五苓散。五苓散，那个马英姐呢？
因为他的肚子里面有水，所以我觉得应该用茯苓甘草汤，茯苓散也可以。萍姐呢？用甘草汤吧。茯苓甘草汤。哎，嗯，二比二。勇哥还没说呢，勇哥还在。我还是倾向于五零三。嗯，为什么呀？五零三多了一个，哈哈，五零三三比二。嗯，哎呦，哎，怎么跑了？嗯，为什么用五？为什么用五零三呢？太沉，五零三口渴。啊，刚才谁说什么？口渴是吧？哎，行了，对吧？哎，这怎么了？口渴。五苓散和茯苓甘草汤，然后就是说它都是因为这个水腻，或者然后我们说叫水代谢的问题，是吧？身体里面那个水代谢出现问题了，导致的一些拉肚子呀、小便不利呀、小便自利呀等等的一些情况，或者然后简单点说肠胃方面的问题吧。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什么呢？五苓散是口渴，茯苓甘草汤是不渴，这个时候就比较好解决了。所以然后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看他自己然后那个医院诊断的是慢性的结肠炎。这个时候我们做五苓散就可以了，才能可以治疗这个问题了。然后现在再给找一个啊，换一个。嗯，有个女的，这个老曼芝，哎，有十多年了，十多年的一个老曼芝，最近是因为这个咳嗽加重，咳嗽加重就诊，这个时候我们来诊断，啊，这个咳嗽呢是无缘无故的就咳呢，还是这个有诱因呢？就问他，对吧？他说因为受凉加重的，同时伴有心烦，对。急躁，弹簧，同时粘稠，咳痰不利，中闷，中闷。口干，不欲饮，也不出汗，舌头，淡红吧，正常吧，舌淡红，苔，薄黄，慢。来吧，治他，来治他。
师傅，这个膳不是可不可以用大青龙啊？刘哥呀、啊，这每回都这么迅速，刚才五零散就是直接就上来了。那无汗心烦急躁脉浮吗？其他人呢？文琼姐呢？大青龙。大青龙，然后那个萍姐、麻英姐呢？大青龙。还有谁呢？萍姐呢？大青龙，勇哥呢？来，这个然后就基本上就这个不用解，说这个不用太多的这个解了，对吧？然后我们翻到大青龙的时候。脉浮对吧？浮脉，哎，那就是表证发热、恶寒、身疼痛，无汗而烦躁，对吧？无汗而烦躁，心烦急躁，然后那个无汗，其他的你像那个口干不欲饮，也是属于这个，你说是属于热也行，说是属于湿。也可以，因为然后我们刚才在鉴别这个口渴的时候，对吧，已经区分过这个问题了。口干不欲饮，那你这个属于湿气阻隔，但是然后它表现在这个跟这些热症然后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也你也可以理解为湿和热相互纠结在一起，对吧？包括然后那个胎包括都是属于热症。那么我们最主要就是抓到了一个什么，抓到了一个心烦急躁不出汗，对吧？脉浮的话表证不出汗，不出汗是属于麻黄汤症，但是这个时候伴有心烦急躁，那就是大青龙症了。这是大青龙症。然后再来一个啊，也是个女的吧，第七种。也是各种很多年了，各种中西治疗吧，效果不是很明显，效果不是很明显，没有能有效的控制。肯定咳喘啊，肯定是有咳喘，痰也比较多，痰多。轻微还有一些水肿，有一些水肿，胸闷，阴悸，气短，气短，哎，这个呢？对，来治它吧。
先问游哥，游哥。师傅，我觉得是不是小青龙可以啊？婉英姐、文琼姐、萍姐。河川是小青龙，但是它还有水肿。嗯，不能两个同时用吧？可以啊，没有问题啊。什么五苓散、茯苓甘草汤来？应该甘草汤吧？可以啊，没有问题啊。哦，那就两个。喝水，小青龙和茯苓甘草。行了，然后咱们那个文琼姐，然后立马就会把另外一个方子加进去。婉英姐、萍姐呢？勇哥呢？小青龙。一口同声。勇哥呢？嗯，勇哥旁边好像孩子，有孩子是吧？哎呀，那个，没关系，没关系，应该心里都已经有了答案了，对吧？所以啊，我们说到这个咳喘的时候，脉浮啊，表证，那肯定脉浮的同时有咳喘的同时，那肯定是这个小青龙或者大青龙，对吧？哎，这两个方剂，那么最主要区分的就是什么？一个寒，一个热。那么开白，白的话是寒，腻的话是湿，对吧？寒湿，寒湿。那么其他胸闷、心悸、气短，这个就都可以忽略了，我们只要抓到这个主症就可以了。轻微水肿的话，我们说小青龙它就是治疗这个寒水上攻的，寒水然后那个引起的一些咳喘，你用小青龙去温化寒水，去治这个轻微的水肿也可以。你加上这个茯苓甘草汤，或者然后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五苓散，对吧？五苓散治水肿。也可以，对吧？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会举一反三了，没有问题。你或者你先用小青龙，如果说哦咳喘那个胸闷气短都好了，但是那个还有点水肿，哎，这个时候我们再用一个五苓散也可以，对吧？或者然后你把它加在一起去用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然后我们再来一个啊，再举一个例子。再来一个咱们来个这个吧。鼻炎。鼻窦炎吧，窦怎么写来着？鼻窦炎，慢性鼻窦炎都是慢性的。说中医总是治这个慢性病，其实也不是，逼得我们只能治慢性病。慢性鼻窦炎，最近因为什么呢？因为窦凉，这种情况变得比较严重了，就这样，错了。再看吧，乱写了。鼻塞不通啊。带着头疼。清鼻涕。头上有汗，没有发烧，也没有这个怕冷，不发烧，不怕冷，舌红，苔白，
脉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无明显变化。来这个吧，这个。来，大家伙治他。游哥，师傅，就桂枝汤行不行啊？桂枝汤。萍姐。我也想到的就是桂枝汤。马英姐。桂枝汤。那个文琼姐。我想用桂麻克饭。哎，这个出现不一样的声音了。勇哥呢？这个患者有头痛汗出，还是用桂枝汤吧。嗯，桂枝汤，哎，四个桂枝汤，四比一，都可以，对吧？我们说然后那个脉没有很明显的变化，没有发热恶寒，对吧？是因为受凉，感受风寒了，对吧？感受风寒了，受风了，受寒了，对吧？还是表症，还是表症，表症。其他的这个鼻塞不通，头疼，流清鼻涕，对吧？这些啊都是属于这个表症，对吧？都是属于表症。但是啊，这个没有明显的变化，没有发热恶寒，那么就是说表症的话也是比较轻的吧。轻的桂枝汤也可以，没有问题，桂麻各半也没有问题，桂二麻一也可以，呵呵，对吧？所以啊，我们说一般情况下比较轻的情况之下，我们说桂二麻一桂麻各半就可以，然后那个有说有汗出的话，你用桂枝汤也没有问题，这个然后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界限，所以啊，我们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掌握了这个方向了。那么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把这几个方剂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对吧？过一遍就可以了。其实也不是很多。桂枝汤，对吧？麻黄汤，你把它当做一个方剂去想就可以了。包括后面我们在说到太阳其他一些坏症的时候，你把这些方剂啊全都想象成一个方剂就可以了，对吧？然后这个桂麻各半，桂二麻一，桂二月碧一，桂二月碧一，然后这个小青龙、大青龙，然后这个五苓散、茯苓甘草。对吧？白虎汤，白虎和加参汤，对吧？其实就这么几个。那这几个，然后现在不用翻本能记住吗？对啊，我们那个，现在然后那个在出现一些主症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个病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已经能学会然后用这些方剂，同时能进行举一反三。现在最主要就是说把这几个方剂，然后每天在脑子里面过上一两遍，过上几遍，然后把它熟悉一下就可以了。剩下的然后这个用量的话，然后暂时可以先不用去记，对吧？到时候翻本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那个内容暂时就到这儿，下回再继续说其他的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没有，没有，谢谢老师。今天谢谢师傅。今天好像这个吸收的还，哎，我觉得还行吧。师傅晚安。好的，晚安。师傅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晚安。